大家好，我是 Crystal， 多倫多全職地產經紀，歡迎來到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。 我們現在就是19452 Holland Landing Road， 即是在 East Gillamary 東桂林的 Holland Landing 小社區。 Holland Landing 就位於 York Region 北邊，感覺上就好像很遠，但是其實又慢，咁揸車上去都只不過是37分鐘。小鎮是有餐飲或者士多仔，不過呢我相信住在這裡的人呢，他們通常都會是揸車8至10分鐘去回南邊的 New Market。 那 New Market 什麼都有啦，不同類型的餐飲， Medical Office 醫院， Big Box Center， Upper Canada Mall， Home Depot， Costco 等等應有盡有。揸車9分鐘去到高速公路404， 14分鐘去到 New Market 的 Ghost Train Station。 那所以為什麼一開始就說Holland Landing 感覺上很遠，但其實你周邊的環境都已經是相當地方便的。我們這一笪地是 3.2 畝地的， 3.2 個 acre 比較大的。我們這間屋這裡就是有一個 detached 的 bungalow， 這個 bungalow 很多東西都是 original 的，但最主要其實你看中這笪地，你會將這間屋去改建或者加建的嘛。咁啊，依笪地3.2 acre， 咁我哋嘅 zoning 咧就係 RPS， 即係 stand for residential private service 嘅，咁就唔可以起 townhouse， 咁但係你可以去加建，建一間好大嘅屋，同埋咧咁佢個地咁大，咁其實你係有好多 outdoor space， 咁你可以整個咩籃球場啊，或者整個游泳池咧都可以嘅。大家睇一睇張衛星圖片，咁喺依笪地嘅西邊咧，而家咧係有一個全新發展緊嘅社區，咁所以絕對唔係荒山野嶺噶。你諗下，發展商都可以喺依邊起咁多新屋啦，所以未來嘅配套咧，只會係越嚟越齊全。我哋提供屋入面兩張相俾大家參考一下，不過我哋依一個 listing 嘅重點就唔係間屋入面，最主要都係個地個 size 同埋佢將來嘅發展。咁我哋而家依间屋咧，今日正式上市噶啦，个叫价咧就系299万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咦，边度有电话？记得就打电话俾我哋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。